我继续跟你说，我的高低你也不好上。现在反而是 EDG 是做被拖的那一方了。好，这个一个飘，一个大招，大招破在中间，中间很关键，直接被秒了。这不是个机会，这边小安这边有点闯不到，小安血量快上来，这边艾博直接就秒掉了，秒掉了，中掉了，小招上边秒掉就把他拉住，这边的话卢贤，卢贤血量有点低，让这边帮他大嘴飞起来输出，要闯不到了，这波 kill， 艾博这边用自己的身体也是炸死了一个人。小招这一波操作太漂亮了，他完全表现的不像一个新人。导致中塔其实自己血量还蛮多的，方面反推了一个骑士插掉牛面杀交，这个闪没被推到，大嘴哥他那个疯狂的交闪过来，露露给了个盾，没有把他点掉，但是姿态这边交闪也没死，蓝波中亚烤火直接烤的是大嘴，大嘴哥被变羊往后撤，正面带塔一个嘚的推，推到两个人，大嘴再进来捆哇，最终回身虽然换掉一个风女，但 EDG 还是打出来了一波一环啊。进不了身啊，这里的话再转上路，女警的夹子根本没有办法去布啊，啊真的是漂亮，就这一波节奏上的一个压力，又来了又来了，闪又来了，潘金江金江直接被秒了，这里发大量的三个人前排全部都要再来了，再来我们的大人头，这一波 kill 的大嘴没了，还剩下刚复活的 SKS， 面对着对方五个人无力回天，小小螳螂只能哇赶紧跑，这个不跑要被秒，那接下来我们恭喜 EDG 30分钟，全场没有失误的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太阳圆盘，他可以找一个兵线的主攻台，这波 Q 上来 ，Hero 的位置想开纸上去，开的是前排不太好，看他不动不跑过来，大手的这个位置，太棒了。哇大虫子这个位置直接把双 C 全都劝退，刚出完的那个石像鬼石板甲，刚出完无尽的希维尔瞬间被秒，西叶也被粘上来收掉，哇这波瑞的生死绕后太恐怖了，这波瑞真的是生死绕后，那一瞬间双 C 胜负手，这刚就已经住了，一个没够强，这个时候还要留人，好挨过挨过来挨过来，没有打这个暴力果实，给到皇子和吸血鬼一个往前追的机会，避掉自己的闪现，走位享受享受，但是他还有一个，他还有一个触角，好秀啊这个艾博，哇，这个秀成功了，秀成功了，这一波是秀死骚粉，乱秀地方乱秀，太猛了，喝口水，喝口水压压惊，缓解一下尴尬，这时候小龙有了。是这波皇子也在往这赶，看一下猪妹一旦后面，但皇子马上也要绕过来，两边打野在对着，让猪妹 Q 大出手扑掉的，而且艾博伤害太高了，可能要被大嘴被动炸死，哎不对，没炸死，吸血来上了，皇子一块来挑起了猪妹，这就尴尬了，艾博拿到了